可以给你带的，不要，无功不受禄。见面你都不收啊？收了就得有往来，我这么抠，我可不会给你买的。好，是我唐突了。那这个明信片你可以看一看。 喝得来了，不许看。写什么呢？还不让看？未来10年的明信片，每年老板都会寄给我们。哼。哎呀，这么文艺啊，不像你的风格。那我不写了。不错。如果明天。 要不要此刻相约？别让我太思念。如果明天将我一点快闪烁，你还真是越来越像文艺青年了。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了，都过去了。之前的事，对不起啊，我选择了出国。哎呀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早就翻篇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。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，你有你的执念，当然我也有我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还是朋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我。放心，我是不会和你客气的。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还是我请你吧，毕竟你帮我理清了思路。合理，想吃什么？等一下哦。 不好意思，今天临时有事，下次再约。木南，嗯，我包呢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上去拿一下。 计划失败。什么计划呀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……怎么不欢迎我啊？我包忘拿走了。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什么计划？原本有个饭局，现在取消了。那正好，不如你陪我去吃饭吧。 不下来，这太高了，我下不来。你扶我一下吧。也没那么高吧。来吧，走。哎，你走慢点，人家脚疼。所以我让你换双鞋嘛，偏不换。这可是限量款，我得让它出来见见世面。我脚后跟好像磨破了，你扶我一下吧。 真服了你了，来，苏清澈，这么巧啊，这儿在约会呢。这是我妹妹高千叶，也不是妹妹，就是。 邻居家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孩子，哦，
妹妹。嗯，我俩是青梅竹马。你是？行行，别这样。我是宋星辰。星辰姐好。嗯，哥哥，我脚还在疼呢。那我就让陆群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我想我还能再坚持一下。他们是你的朋友吗？这谁啊？你好，唐瑞泽，星辰的大学同学。前男友。我以为前任应该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才是。我以为青梅竹马都是纯洁的邻居关系。跟我说没时间，原来是在跟前男友约会。我没来吃饭，就立刻换一个妹妹，还真是选择多呀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老死不相往来，只有不相往来。你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就像我是清澈哥哥的前女友，但也是不是？你别，这里有你最爱吃的牛排，你记得吗？我不想吃了，行吗？哎，哥哥，哥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来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多热闹啊！本来也就该苏队请客，不是吗？走吧。不是青衣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什么前男友、前女友？哥哥，我这是在帮你。你是在帮我吗？你在给我添乱。你俩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队员。你喜欢他？这么明显吗？那不就得了？他有个前男友就耀武扬威的，你也要有个前女友，阵势不能输。我没有前女友。我就是。你不是。阵势不能输啊！走吧，走走走，听我的，没错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！哥哥，这里有你最爱喝的罗宋汤。来一份，都可以啊。各位顾客晚上好，本店今日推出情侣套餐，四位要不要尝试一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是。好啊，免得点菜了。两份。好的，几位有什么忌口吗？我们的一份不要辣，我哥哥不吃。我们这份要特辣，我和唐教授爱吃。唐先生，您现在何处高就啊？哦，现在在大学任教。你和星辰姐大学就认识吗？谈了多久啊？两年。哇，校园恋爱呢，太羡慕了。你不说你有事儿吗？刚刚听完唐教授的课，受益匪浅。挺好，上完课再约个会。挺好的。苏队的约会人选众多，走了 A 还有 B， 何必在意呢？星辰姐，你和唐教授看起来那么般配，分手也太可惜了吧。